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ポリ想缩在暖和的暖炉桌里。哎呀，两位同学新年快乐。美环同学新年快乐。好冷啊，小鱼，我们还是回家玩吧，就玩抢纸牌。抢纸牌大家一起玩不是很开心吗？对了，不如我们来一个新年抢纸牌大赛。这个游戏我早就玩腻了，我先回家了。哟，新年快乐。花轮同学，衷心祝你新年快乐。抢纸牌大赛吗？好像很有趣呢。是吧？我也最喜欢玩抢纸牌了呢。那明天到我家来玩怎么样啊？大家一起来吧。啊，对了，我会准备奖品的哦。哎，会有奖品？获得最终优胜的人会得到我特别准备的新年礼物哦。哎，会是什么东西？野口同学，对了，野口同学也来参加抢纸牌大赛吗？哼，那就参加一下吧。那明天见了，再见。会是什么奖品呢？好期待！是一整个蛋糕还是哈密瓜？是饱含了花轮同学爱的奖品啊！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获得最终优胜。为了奖品，我也要获得优胜。好啊，尹同学，一决胜负吧！一决胜负吧，美环同学。小丸子，抢纸牌的诀窍，我们要在花轮同学家里办抢纸牌大赛，怎么才能抢到更多的纸牌呢？我想想，首先应该高度集中精神才行吧。集中精神，是不是像这样？小丸子想要集中精神，不可能。哦，好想要奖品呢！抢纸牌大赛，我一定会加油的。丸子，爷爷给你加油。好嘞，大家一起来练习抢纸牌吧。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花美不如吃香团，包子加布丁。哎，怎么会有这种句子？有很多的点心，丸子会高兴吧？开！爷爷，你好好读嘛。我知道了。事实胜于雄辩。嗨，我姐姐你好快啊！因为我记住纸牌上的图案了。比起看牌上的小字，不如看图快呀。是这样啊，不要看字，要看图。出门靠旅伴，处事靠人情。这张。老了要听孩子的。这张。奶奶好厉害！得记住哪张牌放在什么位置，把握全局是很重要的。把握全局是很重要的。这么多怎么记得住嘛？丸子，那就让爷爷示范给你看看吧。爷爷，那么就由我来读提示吧。好嘞，丸子，让你见识见识爷爷的水平。藏了头却露出了尾巴。是应有藏一生的失策。哈纳瓦卡苏，不是这个。花轮荷叶，优胜肯定是我的，要拿全和花轮同学名字日语发音相关的牌。花轮同学。
第二天，哎呀，山田同学也来了。我们在来的路上碰巧遇到。抢纸牌的游戏要人多才好玩，欢迎大家。我要抢好多好多。好大呀，里面是什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最终获胜就知道了。是蛋糕吗？还是哈密瓜？难道说会是一辆滑板车？一定是很高级的东西，满满的一大盒子，全载着花轮同学的爱。这些牌我是不会给任何人的。是飞碟。你究竟在干什么？不是什么飞碟，明明是锅子，锅子。原来是锅子。各位都准备好了吗？好了。那么现在就开始。各位，请先把各自的手放在膝盖上。你给我安静点。姐姐说的，不要光看字，要看图，还有纵览全局很重要。集中注意力，要集中。准备好了吗？我开始读了。狗跑时也会被棍子绊一脚。开！玩得不错嘛，小玉。有苦也有乐。开！花美不如吃香团。花轮同学的花，好了，接着来。失败中取得胜利。失败的一定不是我。我也绝对不会失败的。如虎添翼。哎呀，好痛啊！哎呀，真是对不起。下一题是聚沙成塔。嗨。抱歉，是你先碰到牌的呀。你居然被花轮同学摸了手。接下来一题，梦假成真。来吧，花轮同学，赶快把牌拿走吧，梅花同学。啾！你在干什么，野口同学？先下手为强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路，嗨！哎呀，很可惜，那张牌是 A。你拿错牌了。为什么要把这种容易混淆的纸牌放进来呀？爱不就是在路下面加了个胡子吗？对纸牌发脾气无济于事。我还一张都没抢到呢。我拿的牌和美环同学的差不多吧，野口同学的一定也不少。现在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樱同学、野口同学，我要上了。粗心大意害死人。粗，哎呀，好像没有粗啊。跑到哪里去了呢？咻。哎呀，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大概是刚才山田跌倒的时候飞进去的吧。粗心大意害死人。终于到了最后时刻。现在要混进抽掉的空牌。一定要抢到。我要集齐花轮同学的名字，然后一定要取得优胜。我要读了，家丑不可外扬，便宜没好货。差一点点就上当了。瓦釜雷鸣。咻！哎呀，飞到这边来了，看来果然不是锅子，是飞碟呀。现在，请大家数一下手里的牌。不用数了，我只要一张牌。我拿到了七张牌。我手里有八张。有十张。十一张哦。花轮同学的爱就要被夺走了，我不要。我和野口同学同样的点数。那么我们就用猜拳来决定胜负吧。猜拳决定。没错。抢这么多牌不容易，猜拳绝不能输，我一定要赢，要赢，要赢！石头剪子布，不分胜负。下一个他会出什么？石头布，继续出剪刀，又或者是
石头、剪子，不，又是一样的。下一个会出什么？石头、剪子，不。啊！胜者是鹰小姐。太好了！恭喜你了，可爱的小姐。太好了，小王子。给你获胜者的奖品。哦，好重啊！苏大叔，我可以打开吗？请吧，请吧。是什么？那是什么？咦，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是很适合新年气氛的新卷鲑鱼。鲑鱼。各位，这些是参与奖。有季节特点的核果子、松竹梅，还有仙鹤和乌龟，都和正月有关哦。哇，看上去好好吃啊！我情愿要个参与奖，还要把这个扛回家。小丸子虽然获得了优胜，却没能获得想象中的奖品。新年初十，他不知道自己算走了好运，还是走了霉运。二分四天堂。眼见入地狱，大可吓一跳，里面是鲑鱼。鹰家的镜开。说起来，马上就要到镜开的时候了。妈妈，镜开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吃镜饼的时候又到了。又要吃那么大的年糕了吗？啊！笨蛋！我们家不是每年都吃吗？每次都是分成小块后再吃的呀。啊，还是这样。放了好久，年糕都硬了，所以要放到红豆汤里煮软了再吃。红豆汤，喜欢。那太好了，我最喜欢吃软软糯糯的红豆汤了。爷爷，我们请中野爷爷一起来吃吧。中野先生。你不记得了？去年捣年糕的时候，中野爷爷不是吃了很多很多年糕吗？哦，被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是吃了不少年糕。我猜他一定非常喜欢吃年糕，所以这次镜开仪式也请中野爷爷过来，让他多吃点年糕吧。啊，这个主意不错，又可以看到中野先生的笑脸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人家给的年糕总算吃完了。啊，真的吗？哎，全都吃完了。啊，哦，人家居然送了那么多年糕，啊，真难受啊。可不是嘛，从年底起就一直吃年糕。对了，明天做七草粥吃吧。哦，那真是让人期待。好久没吃米饭了。哎呦，电话响了。什么？镜开？是啊，请你一定要来啊。我要是去的话，说不定又要让我吃年糕了。老天爷，到明年正月为止，我再也不想吃年糕了。殷先生，我。哎呀，中野先生要是能赏光，我们家的镜开仪式一定会很热闹的。我孙女丸子也希望您能来。怎么办？怎么办？殷先生和孙女这么希望我去，要是我拒绝他的话，他一定会很失望的吧？那就恭候您光临了。老头子怎么了？你脸色这么差？刚才殷先生打电话来，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家的镜开仪式。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会不会又要送我们家一大堆年糕了？很有可能。去年的年糕好不容易今天才全吃完，怎么办？怎么办？要想个什么办法，得让他们今年别再送我们年糕了。今天承蒙你们的邀请，真是万分感谢呀。中野先生，非常欢迎您的光临。来来来，请别客气，您快请进吧。好。中野爷爷，您好。你好。我猜你一定很期待镜开吧，中野爷爷。是，正是如此。各位，我打扰了。行了，你就别客气了。
来，快请坐下吧。啊，好，好的。妈妈，镜饼变得像石头一样硬了，而且还有好多裂缝。都这样了，真的还能吃吗？没关系的，把它分成小块，煮一下就会变软的。哇，这是什么？镜饼都发霉了。这么一点霉不要紧的，只要把发霉的地方消掉就可以吃了。啊，可我还是觉得很恶心，是吧，朱爷爷爷？不要紧的。青色的那部分，听说经过加工可以做成药呢。真丢人！大家都在看我，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怎么办呢？我也听说过能做药哦，好厉害！中野爷爷，你知道的真多。中野先生，你可真是博学呀。没有，我那就开始分镜饼吧。哎，一定要用榔头来分镜饼吗？用小木锤来分会更方便一点哦。好嘞，开始分了。哎！爷爷，你没事吧？不行了，手麻了。中野先生，你也试试看吧，是吉利的事情。我让我敲，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中野先生，请吧。怎么办？我真的能做好吗？要是没有成功的话，大家会生气的吧？怎么办？大家都看着我呢，真不好意思。要快点敲，大家都在等着我呢。啊，成功了，我成功了，镜饼被敲碎了。好嘞，接下来轮到我了，一二，耶。这饼还真硬啊，虽然不像爷爷那样，但我的手也震麻了。真是拿你们没办法，把锤子给我吧。妈妈真厉害啊，要是惹妈妈生气也是这个下场吧。才不是呢，一定是在我敲之前里面就已经裂开了。好厉害啊，比我的力气还大啊。这样敲开接下来就轻松了。啊，对了，我记得我好像也有一个镜饼呢。什么呀，原来你也藏了一块镜饼啊。我是放在桌子上当摆设的嘛。哦，还是看我的吧，爸爸。对付这东西要用切西瓜的技巧才对啊。一二，嘿。爸爸，你这样多危险呢。偶尔也会碰到这种结果，但是轻轻的一点一点的敲，镜饼很难敲碎呀。那可怎么办呢？这样，把它泡在水里，等到它自己慢慢变软就好了。来，红豆汤煮好了。哇，看上去很好吃。我开始吃了。好厉害，刚才敲也敲不动的镜饼现在变得这么软了。真好吃。来，中野先生，别客气，还有很多，请多吃点啊。好。我的肚子里已经没有地方塞下这些年糕了，可是该怎么说才好呢？甜的东西我一点都不爱吃。是啊，只要那样说就行了。其实我……来，中野先生，还有阿北川年糕呢，快请尝尝吧，可好吃了。你千万不要客气，中野先生。好的，那我吃了。来，这是专门给爸爸做的炸年糕丁。那是什么呀？闻起来好香啊。其实就是把敲碎的年糕小碎块放进油里炸了一下。真的？这样我还能吃。这也太硬了，我的牙齿根本咬不动。对呀，像英先生那样说就简单了。我中野爷爷，炸年糕很好吃。是啊，
其实我根本不想吃这东西，为什么没法拒绝？我真是个笨蛋，笨蛋，笨蛋！那个中野先生，是不是我做的不合您的口味啊？不是，没有那回事。很好吃啊！太好了，那请您一定多吃点儿。太谢谢您了！居然能一下子吃到这么多口味的年糕，就感觉好像新年又开始了一样，是不是，中野爷爷？说的是啊。真开心呐，中野爷爷。丸子说的真好啊，对吧，中野先生？是，没错。中野先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吃着碗里的年糕。哎呀，老头子！啊，果然！原本以为镜饼放了很久变得那么硬，还发了霉，一定很难吃。没想到用它做的红豆汤和炸年糕会这么美味。是啊，镜饼是个吉利的东西呢。对了，小丸子，你的镜饼还泡在水里，不知道现在变软了没有？哦，已经变得很软了，现在应该可以吃了吧？可以了，也拿一点去给中野先生吃，怎么样？说的对哦，把这个大的给他吧。中野爷爷那么喜欢吃年糕，一定会很高兴的。嗯，又能看到中野先生的笑脸了，真开心。嗯，中野先生与年糕那没完没了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我和爸爸都会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可是奶奶那么爱整洁，我怀疑我们真的有血缘关系吗？看来不学点奶奶的严谨，好运就不会降临到我头上。这不，蒙对奖的贺年卡一张都没中。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和奶奶，和用贺年卡试运气，敬请期待哟。